裁判就是中间那个长得很帅的，现在一直盯着你看的那一位，看到没有？在这边，对，在这边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过头了，哎，裁判在这边，哎，哦。请裁判告知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，解说一下，翻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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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这个我们在比赛，在已经 run out， 就是算已经要扣失了，但是他又过点了，那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已经在这次比赛已经淘汰掉了。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你们这个是要这样子的标准吗？你要这样标准 ，OK， 好，那就淘汰一样。但是我们还是给子璇最热情的掌声好吗？